好煞白。我要甲恁讲一个趣味诶代志，这是昨昏尾按阮妈妈含我拄着诶。我今年12岁，是一个查某囡仔，阮妈妈34岁，毋过我已经将尾甲伊陪惯啦。昨昏下晡，阮妈妈带我去染肠去看齿科，医生讲我一支大针有蛀空，伊替我甲补起来，加再袂安怎疼。了后，阮去一间咖啡厅，我食金蕉唇，妈妈啉咖啡。阮要离开迄时，差不多是6点。阮行出咖啡厅诶时，开始落雨。咱就叫塔士，阮妈妈讲，阮伫诶甲穿诶是普通诶帽仔甲大衣，毋过雨落甲不止啊大。我讲，咱若毋踮咖啡厅呢，等雨停。我想买阁食金蕉唇，迄真好食。迄就袂停啦，阮妈妈讲，咱紧来转。阮徛伫雨中诶人行道，买叫塔士，真济塔士经过，毋过拢有载人。咱若家己有一台副司机诶车就好啦，阮妈妈安尼讲。迄时一个人向阮行过来，伊西做矮矮啊，真老，凡细有70外岁，伊嫌无我行一个礼。甲阮妈妈讲，歹势哦，我希望你袂见怪我。伊有好看诶白色顶短手，甲红红诶白目眉，红个诶面焦焦。伊家伫伊家悬悬诶雨伞诶面。是哦，阮妈妈讲，结冷冷，搁结远远。我毋知敢会使请你斗三工，伊讲小可甲我斗三工一下。我看阮妈妈半信半疑地看伊，阮妈妈是够疑心的人，伊特别疑心两项代志：初婚的查甫人甲三个卵。大概切掉三卵顶关节的时，伊拢先搞汤匙啊插入去，未输内底敢有鸟鼠啊是啥物？那是初婚查甫，伊的黄金规则就是：人看着愈好，你就愈爱怀疑伊。这个爱国老人特别真好，伊真好嘞，伊真会讲话，伊穿茶正派，伊真正是一个新书。我知伊是一个新书，是因为伊穿鞋鞋啊。看一个人穿鞋鞋啊，你就知伊是毋是新书。阮妈妈总是爱安尼讲，这个人穿水水的装饰皮鞋，代志是安尼。迄个矮查甫讲，我小可有困难，我需要有人帮忙，我保证小可帮忙都会使。事实上，迄嘛无啥，毋过我有需要。夫人，你嘛知影，像我即款老人拢较无头神。阮妈妈的海牙关，顾片看迄个人，阮妈妈即路看人的冻酸片真正恐怖。大部分人安尼好看到拢会紧张搁狂野。有一届，我看到阮校长互阮妈妈迄支冻酸片看到的时，煞大只敢若白痴安尼乌白体。毋过，迄个头壳顶只雨伞，伫人行道的矮个人目睭连你都无你。伊温柔笑笑讲：“夫人，我请你相信，平时我是袂伫街路杂小姐甲因讲我的困难啦。”我希望你袂，阮妈妈讲，阮妈妈讲话遐来，互我真歹势。我想要安尼甲讲，哦妈，较有量咧，伊是真老诶人啊，亲切够好咧，但伊有困难，毋通对伊遐无情啦。毋过，我点点无讲出来。A 个人甲雨伞换互别支手夹。讲以前我毋捌袂记得过，阮妈妈随对你问，你毋捌袂记得啥？我的票包啊，伊讲我一定是甲囥伫腰一领外套，这真正是上公的代志啦。阮妈妈讲，你是要叫我互你钱票？
哦，天啊，毋是啦，伊叫出来，天公伯毋准我安尼做，若无你是要安怎？阮妈妈讲较紧咧，我伫买鸭甲蛋糕糊啊啦。这我知，伊讲就是安尼，我要甲我诶雨伞互恁通遮搁通扎转去，干打干打干打啥？阮妈妈讲。干打你若互我一帮个塞死车钱，互我通转阮兜。阮妈妈要是在摇伊，你若自起头都无钱，啊你是安怎来遮个？我行路阴，逐工我拢行长路散步，才叫塞死转厝。规年通天我拢安尼做，是安怎你毋行路转去？阮妈妈问。我嘛希望我做会到，伊讲我希望我做会到，毋过我想打我管袂着即两支老脚，因为已经行伤远啊。阮妈妈徛伫遐家己诶下唇，伊开始放较软啊，这我看会出来，想着会当得到一支雨伞来遮好，定着互伊感觉算会好，这是真可爱诶雨伞。迄、那个矮个人讲，我有注意到。阮妈妈讲，是喜爱的伊讲，我知。那安尼，夫人，雨伞你摕去。伊讲，这个代志十磅，我保证。毋过打无要紧啊，干打我会当转厝，互即两支老脚休困就好啊。我看到阮妈妈的手底摸伊票包仔的钳仔，伊有看的我底看伊，即摆换我果当算偏看伊，啊伊嘛知影我的意思，听好好嘛，我安尼甲讲，你无应该过即种方法去骗一个舔腿的老人，安尼做真无品。阮妈妈停落来，掠我看一下，就安尼，伊甲迄个矮个人讲。我想，我无应该摕你迄个代志十磅的雨伞。我想，同好是我干打互你塞死的车钱，安尼就好啦。无无无，伊叫出来，袂使安尼，我嘛毋敢安尼想，永远都袂安尼想，我永远都毋收你即款钱。夫人啊，雨伞摕去，紧摕去遮好。免得肩胛头压重去。阮妈妈急一个胜利的表情互我看，你看，伊的意思是安尼，你毋对了，是伊叫我摕雨伞的。伊探手入票包啊，摕一张一磅的票出来交互矮个人，伊摕着了，甲雨伞交互阮妈妈，伊甲迄张一磅的票啊收好，无我掀一个。弯腰行一个礼，讲多谢夫人，真多谢。就安尼，伊行离开，咪过来，乖囡仔，毋通阁压雨。阮妈妈讲，咱真好运，敢毋是？我毋捌买过时啊雨伞，我买袂起。拄开始诶时，你哪会对伊遐惊疑？我买确定。伊毋是变啊，伊讲我确定，伊是一个新书，我嘛真欢喜，会当加斗三工。是啊，妈，我讲是正港的新书，伊继续讲，伊嘛真好个，若无伊哪会有时啊雨伞？若讲伊有啥头衔，是有贵族身份的人物，我一点啊都袂感觉奇怪。亲像讲某某 sir，啊是虾米迄类诶？是啊，妈，伫遮你嘛会当学着一个教训。伊阁讲毋通着急，要结论一个人，你着看看啊来，安尼你都袂混毋着去。伊惊遐去，我讲你看，对，迄边伊伫过街路。天啊，妈！伊赶紧紧，
阮看迄个矮个人伫车顶里闪来闪去，真溜俩。过街路了，伊我倒平，阁紧紧行。在我看，因是真忝，你看安怎嘛？阮妈妈无应，看起来伊嘛毋是买叫塔士。我讲，阮妈妈徛店，刚刚看街路对面迄个矮个人，我会当看甲真清楚，伊规个人干冰冰，伫绕一个人行道两层闪人，双手海关关，亲像阿兵哥在踢脚步。伊定着有代志，阮妈妈讲，面无表情，是安怎？我嘛毋知，阮妈妈大声讲，毋过我要甲查出来，对我来。伊牵我的手，阮同齐过街路，过路了，阮嘛越倒平。你有看会伊无？阮妈妈问。有，伊伫遐，伊伫高瑞迄条街越正平。阮行到迄条街，嘛越正平。迄、那个矮个人伫阮头前差不多20米，伊那像兔仔安尼弄来弄去，阮着行较紧嘞，才对伊会着。即时雨落大啊，我看会着雨水为伊个帽仔肩滴落到伊个肩胛头。毋过阮真舒适，伫迄支大丝仔雨伞下面，阮规身拢打打。到底伊要创啥？阮妈妈讲。伊敢会回头看着咱？我问。安尼嘛无要紧，阮妈妈讲，伊甲咱骗。伊讲伊忝甲无法度阁行，毋过伊害咱行甲气腿。伊是大面神的白贼，是一个变啊。所以伊毋是有偷含的心思。我问，你点点？伊讲，行到后一个路口。A 个人搁我这边，搁来我倒边，搁来这边。但我毋放煞，阮妈妈讲，伊无看会啊。我叫出声，伊就去啊。伊为迄个门入去，阮妈妈讲我有看到，入去迄间厝，天啊，迄是酒吧，迄是一间酒吧，伫门口大大字写。红西酒吧，你毋入去歇嘛？免，伊讲咱为外口看。酒吧正面有一个大玻璃窗，内面虽然有烟雾，那阿卡瓦咧，嘛会当看甲真清楚。阮客做伙徛伫酒吧窗仔外口，我甲妈妈的手骨抓条条，大粒雨阿甲阮的雨伞啪啪叫。伊伫遐，我讲迄边遐。阮看入去个房间，满满是人甲婚宴。迄、那个矮个人倒伫迄内底，但伊无戴帽仔，嘛无穿大衣，当地人正中间客五吧台。到吧台个时，伊双手放伫吧台顶面，甲酒保讲话。伊点酒个时，我看会着伊个嘴唇底叮当。酒保驚離開一點仔久，隨到摕一个有商家色液體滿墘的玻璃杯仔倒轉來。迄、那個矮個人把一張一磅的票仔放佇吧台頂。迄是我的英鎊，阮媽媽騷聲講，天啊，伊有夠大膽。杯仔內面底啥？我問。威士忌，阮媽媽講，純的威士忌。酒保摕伊迄张英镑，无找伊任何的零散钱。迄定着是三番的威士忌。阮妈妈讲，啥是三番？三番就是正常度量的三杯。伊饮。矮个人把玻璃杯摕到伊的嘴，顺顺啊倒下去，搁卡起，卡悬，真紧。遐个威士忌做一盖都拢倒落伊个喉咙，倒甲清气溜溜。开大钱啉甲爽，我讲有够憨个，
阮妈妈讲，想袂到开一帮做一嘴啉了了。伊开不止一帮，我讲，伊开掉一支二十帮的是啊雨伞。安尼无毋对，阮妈妈讲，伊一定是起痟啊。A 个人手提空玻璃杯徛伫吧台边啊，呾伊满面笑嘻嘻，伊伊红个个面发出一种金色的快乐光辉。我看到伊春季那顶蹲手，敢若要找最后一滴贵松松的威士忌。慢慢啊，伊越身离开吧台，客过人丁，转来伊藏帽仔佮大衣的所在，伊佮帽仔戴好，佮佮大衣穿起来。然后搞一个超级性格佮自然的姿势，你根本无可能会注意到。伊为着伫衫架顶坐坐的单雨伞中间摕一支雨伞，随道行离开。你有看会无？阮妈妈叫出来，有看会伊创啥无？是，我细声讲，伊出来啊。阮甲雨伞放加侧面。为何伞的面看出去？伊行出来，不过伊无看对阮遮来。伊甲伊的新雨伞展开来遮，就紧紧沿伊拄只行来的路，阁行倒转去。这就是伊的把戏啦。阮妈妈讲，厉害。我讲天才。阮对伊转来到大街，也就是阮头先拄到伊的所在。看伊办代志，完全无麻烦。伊阁用新雨伞换着一张一磅的票啊！即个是一个悬阁散的卡笑。伊甚至无穿外套，嘛无戴帽啊！到我完成的时，阮迄个矮矮人小步走离开，消失伫人群中间。毋过即个伊走向倒边的方向，你看，伊真巧。阮妈妈讲。伊未去共经酒吧两摆，伊有可能规暗继续安尼做。我讲，是啊，阮妈妈讲，当然，毋过我甲小苏，伊定着晓得祈祷天公落雨。